好好玩咩 ？Sorry， 呢姐，我覆紧咩事？个仓咁乱，你一句执一次啊？公司请你翻嚟做嘢噶，唔系翻嚟坐噶。养只狗仲好好养你，仲唔行啦？我即刻去。入咗我间房。 贝娜姐，三个月啦，三个月你先开到一张单，你仲好意思翻嚟公司嘅？对唔住啊，贝娜姐，呢排淡季啊。我唔想听藉口，我唔理你咩方法，总之如果下个月都系咁嘅业绩嘅话，唔该你执包袱走人。我会俾心机啊。咁仲唔去揾下？唉，蠢过只猪啊！喂，我而家即刻过嚟。老细，揾我啊？你自己咩事啦？你点做 CEO 噶？ 依家4月啦，年尾都嚟啦，我哋年度计划你完成咗几多？一半都冇。对唔住啊，我已经谂咗个新嘅改进方案噶啦。啊，贝拉，有时咧唔话大就得噶啦。唔系大啊。谂头啊！我话你谂头大啊！你成日谂谂谂，你做乜谂嘢啊？总之尽快搞掉年度计划，如果唔系咧，我就搵人搞掂你。出去！不知所谓，成间公司都系废物。中午食咩咧？咦，外父大人。 嚟咗啊，条伯系咪？我老婆咧？佢送我迪朗上补习社。我嚟问你，隔篱屋个陈太，佢寻日收到佢老公送架跑车俾佢。你咧？你啊，有咩送俾我个女啊？有，我今日都准备咗。呢个啊，唔系 ，sorry， 系呢个爱啊。爱，呢啲嘢值钱嘅咩吓？我交间公司俾你打息，你搞咁耐都仲系负债嘅。我真系明白点解我会肯将个女嫁俾你呢条废柴。 唔系啊，外父大人，依家出边成个宇宙啲经济都好差。人哋个宇宙又冇问题，吓、啊？你唔好以为我唔够胆炒你啊！仲企喺度做咩啊？仲出去煮饭俾我食？即系去，诶，要唔要加葱啊？我最憎就系加葱啊！加葱啊！咁唔加啦，清清地收单。我听到噶。